喂，你好。沈君瑶，夏末在我手上。给你半个小时时间到建东南路废弃工厂。你是谁？夏末怎么样了？沈君瑶，你别过来，我……记住，你只有半个小时。喂，喂，丹妮卡，联系星光。林恒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不干嘛呀，就是想跟他玩个游戏，顺便折磨折磨他。我说了我不喜欢你，你这样做没用的。夏沫，你想太多了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你叫夏沫，没错吧？真希望有一天能穿上你设计的汉服，和你一起拍一组写真。